记者冯毅宁综合报道，南韩天团 Big Bang 成员太阳与敏孝琳婚礼进入倒数计时阶段。今30日，南韩媒体公开两人婚照，在照片中两人双手紧紧牵着，看来好幸福。婚纱照公开之后，网友齐声喊道：“看上去太幸福了。”而这也是他们继 MV 凌晨一点之后首次一起亮相。南韩杂志 Dazed 公开太阳与敏孝琳的婚照，只见两人穿着黑色细透视装坐在花朵中，敏孝琳手上的大钻戒也格外抢眼。南韩媒体亦指出，太阳与敏孝琳在教堂举行婚礼之后，将会在仁川的 Paradise City Hotel 举办婚礼派对活动。概念正是策划电影《暮光之城》树林婚礼的设计师 Young Song Martin 一手包办。太阳和敏孝琳婚照曝光，翻摄自 Dazed 头条。